宋亚轩、刘耀文 Chinese idols of new generation, they've joined TF family since young. With each other's company, they got through trainee days and finally debuted together as members of Teens in Times. I think 就是现在社会上就是很多比如说很多教师都大部分都是女性，对，还有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大部分都是女性，就是他们一个都是很优秀的，然后就是教我们写字，然后从最开始教我们写字，然后到慢慢教我们人生中的道理。对对对，是，是体系性的。那么在你们成长过程中，女性对你们的一些观念的塑造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说实话，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妈妈，因为感觉我妈特别喜欢我。就刚开始我怀我弟弟的时候，我特别会，然后就是能气到我妈，就是在厕所里晕倒，真的不夸张。然后我弟弟生下来就是可能后来我就好一点，因为我想着我是一个哥哥，我得有责任感。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长大了嘛，然后听我妈妈好。我妈怀我弟弟的时候，她就是要每天接我上下学，然后挺着个大肚子，每天坐那个从广州到佛山，就是几十公里的路，然后坐地铁。然后你知道广州地铁三号线，就是特别紧吗？特别多，就挺那个大肚子，是，然后在拥挤的人群，有时候还是站着，就有时候就是没有坐的时候还是站着，就是我妈特别辛苦，特别不容易。但你们觉得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他的一生中就是在经历上会有什么？女生会生宝宝，然后就跟男生不一样，然后生宝宝的过程我们也体验不到，就是感觉特别的痛。因为我妈跟我讲，就是在生我的时候，她说差点真的是痛得受不了。说到母亲，我想到那个了，体验分娩，体验分娩的那个疼痛。我看了，我知道，对对对，好像有个电视剧里面有这个桥段。咱要不要啊？就是去试一下，就想体验一下，就是感觉。我可能我觉得我体验之后我会更听我妈。看过一个表，就是几级疼痛，十级疼痛是挖眼割肉，然后12级疼痛是身上多处骨头同时断裂，12级就是分娩。12级想到真的，唉，试一下，我觉得可以。好恐怖。但是我跟你说会有很大收获，就是你体验到，就是然后你就会特别的听。自己妈妈的话，虽然你现在已经很听懂，但是你会觉得我要负责任，我要就是为家庭做出一些什么。那我们就去体验吧。走，哇，这是产房吗？这是我需要躺在这个地方吗？这么恐怖？这是那个？这是什么？救命！这是干嘛的？对，这是放宝宝的那个保温的，是吧？妈呀，发烧了，太冷了，我也不行，我也冷。我是这个的吗？这干嘛的？你是生宝宝的？做着生。哇，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这个是新生活奶奶，就是宝宝吃汤的时候放在这儿，这里是热的。然后如果需要抢救的话，这些有氧气。然后需要调一下这些连接的东西，主要是放孩子的。然后这个是产床，这个就是正常的话就是这样，待产的时候就这样退下。这个就是待产的时候，有很疼，就一开始还没有宫口没有开，刚刚临产的时候可以坐在这上面，然后有助于它那个就是缓解疼痛。然后这是一分娩球，这一般都是宫口开了之后，或者打完无痛以后，然后或者没开之前，都是坐在分娩球上的。它重力的可以让孩子胎动往下走嘛，就是宫口可以开得更快一点，就是这样。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时候短的可能就几个小时，有的时候长一点可能就时间更长一点。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开全了之后，宫口开全了之后，然后
器是吗？这个就是婚前体验仪。啊，这就是体验。真的，的确。所以，大哥第一个。什么？大哥立马那些。再拆开，你再看。要不然我来吧。没事，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摁一下这个，它紧急就停了。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试试，你们接下来。厕所有点怂，我验过。让我做一下来缓解疼痛，缓解一下疼痛。我好吓人！天哪，你把盖子等一会儿。对，还没填完。打完之后。没有吓人？不会吧？我这都肚子。对身体有好处吗？没有没有。你说没有好处，是没有坏处。没有坏处。哇。那个宝贝们，给我来点紧。是不是每次外面的姐姐们都会听到大男人在这叫？坚持住，四级，感觉可能八级，十级，或者十五级。每次做卷腹，就是练到一定量之后，你腹肌就会非常非常的酸痛。现在就是那个感觉。那应该还好，我只会捶，就想捶它，捶的就不会酸。我要冲到五级了。哎，没有没有啊！那怎么才能判定它到底跟生孩子那个程度是一样的吗？生孩子疼跟这个体验过了是不一样的。这个确实没问题吧？你不会骗我吧？我就在你边上，你说那个行的话就进去，好吧？好，我先来个卷腹吧。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才零点一，不是吧？有点痛。我找找我妈。啊，看手机。啊，真的。不是。我妈不救你吗？喂妈。你不要乱说话了，我来拍东西，我来拍东西。不要乱说话哈。我现在在给你看，我现在在天使娃儿里。强度一级。哈喽呀呀阿姨好哈喽哈喽哈喽我现在在体验生孩子你要是看到没哥哥你这是什么体验啊没有我看我现在看你们现在陪着我我能搞到几级马上两周真的很爽，真的很爽。体验生娃日了嘛？你不是呢？我还有两。强度二级。二级了。确实有一点。这个神经感觉绷着疼。哇，好痛啊！做了，发作了吗？粮食过了没有？哈哈哈哈哈！别逗我笑，我在拍东西哈，你又不要玩。加油！冷硬嘞，两个就出来了。别逗我笑呀！强度三级，三级了。你爸没有发现？你们在打小？我现在要给弟弟做生意啊！哦，不要这么小，真的很痛。哥哥加油！你搞得我好尴尬呀！哥哥加油！不要说我小呀！强度五级，加油！五级了。不看了，真不看。不看真不看。快，努力！真是。强度六级。我怎么感觉我也有电流了？是不是？疼得不行啊！深呼吸，深呼吸，不要说话，救救你了！有那么疼吗？68。强度七级，加油！七级了。弟弟现在是一副担心你的表情，不要担心。嗯，他在干嘛？
一个个带小孩子，强度八级，真厉害，死了。站住！什么？没有。哦，就是可能要，就是体验生活吧，然后体验家长的不容易。你让你当养儿去死，还是你不要？我跟你说，你看那养儿去死，小当长大的，他都不听话，真的。过挂了哈。拜拜，养儿，拜拜。拜拜。嗯。妈妈生了之后会很疼，很疼，很疼。对，而且他是在床上，感觉几个月。而且这个还是主动的，妈妈生宝宝是被，就是没办法不生出来，就一直疼。我感觉你在上面，你不行，你吼一声，我比你还紧。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暗语，你就是说，你是说，没比巴洛，没比巴洛，我就问你，不是，好刺，哦，就是那种一点点那种小电流，突然压到，这种电流就是那种，到一了吗？静电，没到，静电，这没有静电痛，强度不行，都得痛。哇，好神奇的感觉，感觉有人在捶我的肚子。救命！妈妈，妈妈，为什么测这个时候就不是那把？那我就帮你呀。真的，我感觉有一股力在我。强度二级。不行。三级的不到。强度三级。哎呀，下一个。哦，出眼泪了，眼眶含泪了，已经。很委屈。我感觉脊椎要断了。啊！啊！右脚好痛！啊！哇！啊！啊！救命！如果他到十级都能坚持住的话，他会说分娩。挑战成功，分给成功，嗯，就是这些。可以试一试。好痛啊！能十多个小时，二十个小时。脚着痛。难度七级。哇！救命啊！他在给我做。还能描述，说明应该还好，还好，真的。现在还好，但是刚刚真的痛。适应了一个痛的那个程度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一个，就会突然加重。其实。啊啊，这个好痛！小六，马上拔枪！啊，脚真痛！你刚差不多准备这个。啊！我感觉我的两片肉撞在一起了。啊！说一声 baby 了，我们强度八级。厉害呢，坚持，加油，加油！啊，救命！我觉得亚新应该不需要这个。我需要。你再坚持一下。哇，真的痛！我等你喊声就来了，加油！加油加油！马上就分娩成功了，马上九级了，腿都出汗了，马上九级了，实在不行，来下去，反正也就算了，马上分娩成功，真心，也不是，哇，真心，加油，哇，坚持，哇，不行了就喊声那句 baby 了，坚持，肚子痛，马上九级了，马上九级，你想想，马上就通关了，马上真的就九级了，你要通关了，马上九级，马上九级。现在89哇！强度九级，七号坚持，坚持慢，坚持加油！哇啊！没有哇！没有啊！太不行了！加油！有一瞬间我听不到了，这么快啊！不管了，眼睛有点痛。强度十级，分娩成功。站不起来，那休息一下。别站起来了，躺来来，过来躺着。好，生下来是个龙凤胎。我的天哪，电火棍！我那个亲娘！哈哈哈山东话都出来了，说实话确实有点。几个名字吧，先说特别成功了。姓宋。宋。什么鬼？宋什么？那不能姓什么吧？宋什么？宋小头。说一下，送人头，不行，正常点，送梦梦，送分娩。
松树栗子。松树栗子五名。我知道，再换一个。就是我知道了，我就是我叫宋雨庆，分娩王宫庆祝，挺好听的。要不要叫宋时机？什么？肾？嗯。哦，对，刚刚他会敲，感觉敲打我的肾。不，我感觉他流到我腿上来了。就是调从哪开始？八字。迅速升级。确实厉害了。迅速升级，确实厉害。坚持可以，坚持。强度三级。算魔音。那我们要不要两只猫吧？可以。为什么只有一边疼啊？不怕猫，只要能够看我，我就。猫还好吧？猫怎么怪？还能开始了，开始了。我好怕猫啊。就是我感觉我都想再来一次。你要 Drake 吗？对。强度七级。这算胎教吗？强度还有点多吗？让我试一下好吗？我可以试一下吗？我生孩子的时候在看篮球比赛，孩子不喜欢篮球吗？没病，跟你从小培养。我现在就要跟他。那可能出来的时候还喜欢吃花生。他应该很喜欢老詹吧？出来的时候，玛丽娜。S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uesday. 又是一个黑怕的小孩。强度一级，强度二级，强度三级，强度四，强度五级。真的好了。大家就从这儿开始。开心果爱。加油！强度六级，强度七级。是的，小妹妹，以后我们要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带着这个上去。边练一边，他们三个还没有体验过，下次演唱会让他们体验。啊，对焦，二八，不痛吗？能忍，就能忍。对。强度九级。晚上了，孩子叫刘，还没想出来。算了，我得给他算个八字。牛八宝。强度十级，分娩结束，分娩成功，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谢谢谢谢。现在已经生了三孩子了。六个。双胞胎还是龙凤胎。更痛一点。龙凤胎大点。我也不知道。我也是龙凤胎，我也是龙凤胎。真从八级，那我八级会好。我的鼻鸳鸯龙凤胎。生的鼻。开始搜相声了，我生的灵魂。手术成功。哎，我刚刚该跟我的孩子看开了。这过程里面就想好痛好痛好痛，然后感觉就是。肠子绞在一起，然后几片肉也堆在一块，这样夹住，我感觉好像好多针在扎你的。其实说实话，就是还挺痛的，就是真的，一阵一阵的痛吧。然后其实还是需要坚持下来。第一次就是没有特别的那个充分吧，然后我感觉没有坚持了下来。然后第二次，我想着一定要试一次，一定要突破十级。小宋老师今天非常的勇敢，到了十。是什么让你这么坚持下来？因为其实以前已经难过了。是因为感觉还可以坚持，放弃了就感觉挺后悔，
所以就没有放弃。体验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收获就是有了一次全新的体验，只有知道了分娩有多可怕，才知道女性有多伟大，就能感受到当母亲的不容易。因为他们那个是不能暂停的，我们这是可以暂停的，我们只是花他们的十分之一的时间来体验这个，所以我感觉挺困难。